我打他是因为他有了外遇。你再说一遍！我妈都去世这么多年了，你还用这种脏话去侮辱她？你上高一那年，你妈又遇见了她年轻时候的初恋，俩人旧情复燃。小七，你别走！你就不可怜我，你也可怜可怜你儿子呀！看你往哪儿走！你是不是觉得你妈妈非常完美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说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什么？有你这样做妈的吗？自私的女人为了一个男人，她什么都不顾。我不能看着就这么毁了你，你懂吗？一定要立誓，到儿子高考之后。你现在走了，受不了。我答应你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是不是打我妈了？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把刀放下！那我问你，在我高考之后，我妈为什么没跟你离婚？为什么选择继续跟你生活在一起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男人死了，车祸。这是你妈写的遗书，她在遗书里都写着，死了以后要跟那个男人葬在一起。你自己看。